空中英语教室田韵合唱团的圣诞晚会巡演，十二月初于高雄、台南起跑。今年透过精心设计的中英双语对话、经典的圣诞歌曲、即兴短剧以及互动游戏等，与民众欢庆圣诞。The best baby ever. Oh yeah, the baby Jesus. That's right. Now, what's the greatest gift at Christmas? Do you want to tell everyone? Yeah, bananas. Not bananas. The best gift at Christmas is joy, and that comes because Jesus came to save us. All the stockings by the Christmas tree. 音乐方面呢，我们除了有a cappella 用清唱的方式，然后也有人声模仿这个管乐小号的声音，然后呢还有就是比较劲歌热舞，比较有一点算是流行电音的这个音乐，最新的元素都加在这个音乐当中，让大家在这个圣诞歌曲有不同风貌的一个感受。现场丰富多元的表演形式与内容，让民众玩在一起，笑在一起，并且一起打开今年的圣诞礼物。It's to remind us that Jesus died on a cross. 今年我们特别想要呈现给来的所有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跟圣诞节的精神，就是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成为最好的礼物。一方面可以就是让他们学英文，然后一方面也知道说哦，圣诞节的由来。圣诞节不是庆祝圣诞老公公，是要庆祝耶稣诞生。觉得他们把英文还有跟传福音这样结合得非常的完美。我们很开心，开心。什么时候来的？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下次还要不要来？接下来巡演还有台中、嘉义、新竹、中坜、台北场次。在国内外震惊不安的时刻，空音天韵团队期望在圣诞节期传递欢乐，带出美好的祝福，并邀请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参与。